尊重差异，多元共融，性别友善，我想这个是我们台湾应该走的路。那从去年的五月，那么因为视线的好，希望每一种真爱都能够跨越距离，跨越障碍，被尊重，被祝福，谢谢大家。友善城市，一起参加，一起参加。家的定义，家的定义，我来决定，我来决定。这一次的奖品真的其实还蛮不错的。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来到桃园这个同志游行，同志游行绝对少不了彩虹。好，哦，加快。我们接下来应该要介绍一下那个秀色可餐野餐布置大赛。好，我们这个秀色野餐呢，野餐布置秀色可餐野餐布置。啊！